进来。太君。渡边太君，渡边太君，
站住！太君，大哥，检查。太君，我这箱子里就是些生活用品，没有什么违禁品。少废话，打开。嗯，是是。谢太君。馄饨，馄饨，热乎的，馄饨，馄饨，馄饨。摩西，摩西。宋军，你来了。出了什么事情了？渡边君回到太原，可是前面玉佛不见了，箱子里是把出鞘的尖刀。他们遇上了伏击？一路金百合别动队，全程护送，没有遇到任何意外事件。也就是说，有人在我们的层层保卫的守护下，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，神不知鬼不觉地盗走了宝物。这件事是由我来负责的，我愿意承担一切罪责。我这个长治城最高司令长官是不能推卸责任的。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向军部交代？你不觉得在事实面前，什么样的理由都会显得苍白无力吗？听候军部的处理吧。我相信在 C 计划没有完成之前，这些事情都会被忽略不计的。我觉得此事跟于浩明一定脱不了关系。事发当日，他突然出现在大楼内。他是到我这里汇报工作的。他一般什么时间来您这里？每星期一和星期三。昨天星期几？星期三。无论怎样，加强对新民会所有人的监控，但此事不要声张，你明白了吗？明白。知道了，叔叔。啊，百合，来坐下。您哪里不舒服？我给您量量血压。啊，不用了。您不是让我来给您看病的吗？不，我只想问问你，托你的事，办得怎么样了？什么事啊？于浩明，他最近有什么反常吗？哦，没有，他挺好的，对我也很好。昨晚你们在一起吗？是的，我们一直在一起。难道在你熟睡的时候，他没有出过门吗？叔叔，您是知道的，我这个人睡觉很轻。有一点动静，我就会醒的。
最近发生了很多的事情，我怀疑都跟他有关。什么事情啊？那个女工党秋雪在被劫走的时候，她就在出事地点附近。是的，我已经跟严嵩君说得很清楚，他一直跟我在一起，一刻都没有离开过你吗？嗯。直说吧，我怀疑他就是八路军的地下情报人员，代号尖刀。这不可能。你为什么不加思索的就这么肯定不是他？这个人是他，他最近发生的这些对抗我帝国军队的事情，都是他在幕后策划的。他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。我不相信会是他。我也不愿意相信是他，毕竟他是你的丈夫，也是我得意的学生。可是他实在很可疑，他与你朝夕相处，难道你就没有察觉他有什么反常的地方吗？没有，他是一个好人。这个你拿着，如果他真是尖刀，你就用这把枪杀了他。不。这不是我要的回答，你必须这样做，收好它，这是命令。大哥，那里面到底什么宝贝啊？你小子什么时候也学会刨根问底了？哎，我这回立大功了吧？当然。好兄弟，接下来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你呢，准备好了吗？秋雪被劫走的时候，他就在出事地点附近。直说了吧，我怀疑他就是八路军地下情报人员，代号尖刀。百合，哦，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，突然肚子很不舒服，不好意思，我有点跑肚了，帮我拿一下，我很快回来。哦，我出去买包香烟，一会儿就回来。你抽烟了？于浩明呢？于浩明为什么不在家？这么大声音跟我妻子说话，是不是太不礼貌了？你回来了。嗯。你怎么了？脸色不好。哦，没什么。我去过医院，本想接你，可你的同事说你到川岛将军那儿去了。去了，他身体不太舒服，让我过去给他检查一下。他没事吧？没事。怎么了？是不是他说你什么了？还是发生了别的事情让你不高兴？没有，可能是我太累了吧。百合，有什么话不要憋在心里，我们是夫妻，你这种状态让我心里难受。川岛将军说你是八路军地下党，他还给了我一支枪，说如果你是就向你开枪，我好害怕。不要怕，我不是地下党，更不是什么八路军。你是不是不重要？
重要的是我害怕失去你。好了，百合，先不说这些。川岛将军的生日晚宴，他肯定不想最后一个看到我们。我去换衣服。分子趁机盗取帝国 C 计划，或者来搞破坏活动，你们不必担心，尽情享用晚宴吧。今天是川岛将军的生日，川岛将军是我大日本帝国的优秀军人，他来中国十几年，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立下了汗马功劳，他的精神，他的气度，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的。来，让我们大家共同举杯，祝川岛将军生日快乐！祝川岛将军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呀！去趟厕所，方便一下。去其他地方吧。你说什么？我没听清楚。去其他地方。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们吃了豹子胆了？敢跟我这么说话？不知道我是谁吗？余会长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你只是一个中国人。对，我当然是中国人。正因为我是中国人，我才打你。什么是过分？我老婆是日本人，她叔叔是帝国的将军，我在给你们大日本皇军做事，你们就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吗？啊！都给我让开！川岛将军嘛，就说我坚持要用这里的厕所。让开！非常感谢各位赏光。作为军人，能为大日本帝国，能为天皇陛下做些微薄的事情，是本人的荣幸。相对于天皇陛下的期望和我们家族的荣誉，我感到非常的惭愧。如今一场新的战役就要拉开序幕，这场战役关系到整个中国战局的前途，
也决定着大日本帝国的未来。胜利了，形势会对我们很有利；失败了，我们就会成为大日本帝国的罪人。在座的各位都是此次战役的参与者，大日本帝国的命运就掌握在你们手中。站住！于会长，你去厕所的时间有点太长了吧？什么意思？你怀疑我在里面干其他事情？好，你现在就可以进去闻闻味儿，看看是不是新鲜。哼，你这是在侮辱我们！浩明，你是什么人？浩明，浩明，浩明，这边跑了，快去追！你怎么在这里？这个时候了还问这种愚蠢的问题，快去追敌人！跟我来！嘿！拿走了所有的东西。抓住他，绝不能让他跑了。河野君正在全力追捕。他们是怎么解释的？于浩明说他从厕所里出来，看见陌生人走出办公室，就和卫兵一起上前拦截，结果被对方逃脱。我要的是百合的口供。跟于浩明说的一样，百合说发现他们扭打在一起，吓得喊不出声来。他现在神情恍惚，确实是受到了惊吓。送他们回去。嗨。
的。你听我说，江州很近，我得去看看。哎，浩明，你别离开我，我杀人了，他们会放过我吗？他们又把我抓走了，那我怎么办呢？不会的，我不会让任何人把你抓走的。明天，明天我会想办法送你走。啊，送我走？那你呢？我会去找你的。然后我们就去过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活，崭新的生活。你愿意吗？好，在家里等我，千万不要出门，等我回来。怎么会在这里？没想到我蒙着面你也能认出我。说实话，我就是来找你的。那天晚上是你要杀我，你身手还是那么厉害，想杀你不容易呀。你是从老顶山鬼子的兵营里逃出来的？没错，你当初不就是这样把我送进去的吗？你什么意思？认为是我出卖了兄弟们？不，我一直在找你。找我？你是想杀了我？我为什么要杀生死兄弟？那天在战俘营里见到你之后，我就一直在找你。别装了！真没想到，你居然会委身于这种犄角旮旯里有滋有味的大汉奸。那我们就公平些，跟当年一样。看你是否有本事能杀了我。好，没想到你出枪的速度还是那么快。
想说什么？川岛正雄是个老牌特务，是你把我们营地位置报告给了他，所以我们才会遭遇敌机的猛烈轰炸，致使600多名弟兄死于非命。我说了，那不是我干的，这些年我也一直在找这个人。别狡辩了，你在为日本人做事，川岛正雄又是你在日本留学时的老师，你甚至娶了他的侄女，你还说你不是汉奸。从老顶山鬼子兵营里逃出来，我就想找到你，把这笔账好好给了了，给那600多名惨死的兄弟有个交代。你现在只能给我一个交代，告诉我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王志同他在哪里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他冒着生命危险为了给我送情报，我们约好了在这里见面。告诉我他在哪儿？他死了。对你要暗杀我的惩罚，我哪知道你隐藏的那么深呢？行啊，出手可真够狠的。人在到了绝境的时候，会暴露内心最真实的一面。如果你是那个汉奸，会杀我灭口。现在好了，我终于得到答案了。怎么？不认为我是坏人了？敢跟鬼子干的人一定不会是坏人，更不会出卖自己的兄弟。哼，我当初没看错你，兄弟还是兄弟，你于浩明还是那个能杀鬼子的汉子。明呢？他去哪里了？我想请你把今天晚上的事情再详细的跟我说一遍。告诉我，于浩明是不是盗取文件？我绝不相信他是清白的，我一定会查出来他都干了些什么。到时候你再也别想保护他，我会让你回到我的身边的。